拍子的部分呢，我们请你练最基本的手脚嘴巴这个练过，对不对？
校的感觉很好。再来就练过什么挂掉的台球，用手打是吧？我们说怎么说，有人一包一台奖金赚走了，啊，你还说不知道哪里来？对啊，就这个吧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开始还有今天下水，这个比较难，这个比较难，对不对？很难弄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跟你用，跟你用。